对啊，大家都换了，换头啦。叮，刚开始就看到夜妹在那飞来飞去的，很恐怖，人都不睡觉，睡什么睡？起来嗨睡！哎呀，还睡啊？我的鬼灭忘了关了呀！那你应该很卡。还行，哎呦，这个电脑，我的下礼拜我的电脑是大更新，哎呦，我的2080加 i9 来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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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傻一笔哦，对，傻逼傻逼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天空很精彩哎，三只哎，有没有人已经杀七只了？在三只这杀一杀，你就可以拿奖励了。他已经拿过了吗？上次不是拿完了吗？哦、上次拿过了，没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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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拿完了，没有啊，你可以解解再过来，过来看一下有没有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有人拿过了。对，昨上一次有一个解任务狂魔嘛，我想。对啊，我把那任务狂魔杀了。有一个名为勇者的人嘛，哦。对对对，其实是狂魔嘛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啊。你们在想什么？你们的声音好小声，我要来调大声一点。哎，调一下。不对啊，都100%了。好了，应该没事了。没事没事，不待机不待机。小声吗？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。太小声哦。是的。啊。从高空一次跳下，所以他们什么什么东西？你应该看新任务是不是？阿基该不会要玩这个吧？我要来去看新任务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去看新任务，看一下新任务是什么东西。哎呦，人家修。我逃了。嘿、欸哦，哦，多好多、哦，对啊，多的不少。安娜，我要去看一下。让铁巨人拿着花对着你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吃运气啊？运气啊，对，你要在那铁巨人旁边一直看着你。插队，哎、欸、呦，不能打我，一直看着他就有机会。这么凶，对我站在这里。为什么打我？插队，被剑气挥到了。对，你是被剑气挥到的无辜者。哦，你插队你还打哦！哎呦，我在这很久了。现在每个都大神了，大神大大神了。看到有一个我可以马上解的哦，拿雪球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拿雪球丢每个人的脸，那我脸要是低头就丢不到了。看一下，哎，这里结束了。让苦力怕炸死。嗯，来了，今天没有女仆装了，没有，每次都女仆装了。我觉得化石，化石这个一颗有点就是放置哎、欸，吃三个河图，因为化石只有两个环境才会有啊，啊，沼泽跟沙漠啊，没关系啊，哈基你今天就解这个好了啦，你就一直去跑图了，那个、你就去解化石好了，7×7那个、啊，不要。这解化石、啊、才一颗钻石哎、欸，那你可以跑图啊，你就不会无聊了，有吗？这个很可爱，养三只鹦鹉在家里听音乐跳舞。那要先找到丛林、啊，有啊有啊，对，挖沙那边就是丛林啊。哦，那你们可以去养、欸、你们可以去养一下，这就是我的任务。嗯，所以你今天要去丛林、啊，中介使者坐船，让中介使者坐船在水面上漂浮一分钟，他不会受伤。啊不知道会受伤吗？好像不会，欸、好像应该不，哎、欸，应该试试看，没有试过，这个需要试试看，没试过，对，蛮好奇的啊，见证羊吃草的瞬间，哎、嗯欸，我有啊，转着他，你要见证在那边看着他，我要看着他吃，真的啊，我一大堆，那我要拿了、
没有，你要现在当下啦，你之前不算啦。好，来来，对，我刚刚上线前有剪羊毛，哎，没有，那羊就要吃。好，我来看，我看，我下下。大家去繁星家里看羊喽！来喽，来喽，请去繁星家喽！熔炉一次20等，哇，那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我熔炉可以拿20等出来啊？日光感测器，你不是有两个熔炉吗？你先看第一个熔炉20等了没有？嘿，哦，你的羊是这样养的哦！天哪，可怜吧？哎，吃草，可怜哦！好，没看，走了走了，哎，我也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我还没看到。啊！你没看到吗？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羊吃草的瞬间。哦哦，真的假的？被拿走了。我站后面我都看到，为什么没看到？他荧幕转走了。嘿，站太近了。哇！我垮掉，你把我垮掉。那你，那你，那你，怎么没有毒马铃薯？嘿嘿，你是不是中蛮多吗？雨月，有啊。我想说路上有人中的，我帮他采一采，看有没有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心了。还好，小雨说制定奖励箱，对哈，这边还有制定奖励箱。嘿嘿，要偷打毒马铃薯啊！今天谁没来啊？想啊，泱泱晚点吧。泱泱，泱泱是晚一点来吧？酱油不知道，酱油他说他先处理他嘿那边的事。对啊，他自己也是请假啦。对哦，他说泱泱有空会再来啦。嗯，对，小雨你干嘛？我要拿河豚。哦，他要吃三只。哦，我已经吃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命运的钻石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身上就是三只河豚。哎呦，都刚好哎，好神哦！哇，命运太猛了吧？神的，河豚就是想要到你身边了。他知道我想当渔夫。今天就是渔夫了。没有吃，我吃了。渔夫小雨。哎，对，我身上有一把弓要卖哦。哈，你居然要，你要开始卖了？强力式火焰的弓要卖哦。有没有无限？有无限吗？还没有无限。哇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付到无限，应该就人人都要抢了啦。你就加一鱼。嗯，有，我今天就是渔夫来钓鱼。我今天要来挖矿，我来去抽奖。抽奖。抽，我要继续当乞丐。我先把我的房子盖完。好的，当勇者。继续解任务吗？我都把我的碗做好了，我要坐在路边。你的碗？对啊。你有用过吗？那个？哦，对哦，你们上一次不是在选职业吗？对啊，每个人选一个职业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自己想一个啊，自己想一个职业。对啊。什么？你有梦想的职业吗？对啊，我没有梦想。你怎么没有梦想？你当巫女好了啦，你盖神社。那跟仙女有什么差啊？也可以耶。我就时不时冒出来说收钱啊。没有，巫女不是收钱好吗？才要对啊，巫女哪有收钱？那叫神棍好吗？不是神。那是神棍，然后你当神棍好了啦，你当神。对啊。没有，你要拿着一个箱子，然后跟大家说水洗哦。水洗哦。水洗哦。比较适合巫女啊，不适合神棍。那我要拿这个。姐姐可以施舍一点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不是乞丐，那是母汤哦。我没有东西耶，我身上只有烤鱼，我有很多烤鱼可以给你。我有烤鱼，我这太多了吧？超爆多，超爆多！你知道我都去河里砍吗？哦，你是直接用砍的？对啊，一直升，还有经验哎，我超多的。哎，这么快经验了，要加入了。刚刚来的哦，比想象中的快，真的。原来一个小时后才会看到。小雨要不要买口香糖？我没有钱。我很穷哎，我都挖不到钻石。我就是因为我自己都挖不到钻石，所以我才想说要卖的。哎，小雨，你是不是在挖矿的时候那种红石矿都不会挖？会啊，他是红石原矿挖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还问我是红石原矿挖起来回家，对，还说我们有缺的话可以跟他拿，对，有缺经验可以这时间拿出来。那就不是你了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家楼下看到红石原矿啊，干嘛啦？还是你看到是云月之前想说留下来的？没有啊，红石哎，是红石哎，红石我不会，对啊，所以就不知道是谁那个。
经过啊，红石没挖，就后面藏了8颗钻石，还4颗吧。哎呦，对，好爽啊！真的哇，干嘛？你今天够了没啊？怎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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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不是拿完这个奖励了吗？你怎么还啊？你知道啊？啊，你知道？你不是拿完了吗？哎、欸，等下，洋洋不知道，洋洋不知道，洋洋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演一下啦，要你演一下啊！你这样子他也知道了，不好玩了。实测，洋洋这么早来，有没有？完了吗？有没有新的任务版啊？贴上去啊！有没有观众再去委托一次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要再难一点、啊，皮革装之类的。对啊，而且不能叠尸。对，不能叠尸。没有没有，可是那个奖励要很优渥，奖励要很优渥。对啊，那你要跟对方讲好几场戏。对啊，那合作就好了。不行。然后你还要指定不可以合作。不可以合作。这次的奖励不可分赃。这次的奖励一套精装有没有？然后我要求想要环游世界一下。哦，好，环游世界。哦 ，OK。哦，好。好，哎、啊，对，样样任务很多的更新哦，可以去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解的。好，你要小心金装魔人哦。Hey, give me five。啊哟，我重开一下。好、啊，你重开了。因为我那个声音没调好。哦、OK。团团，你刚刚不是说红石后面有钻石？我刚刚也挖到了，红石后面有钻石、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底下碰到很多人探，但是他们都不挖红石。真的，钻石都在红石后面，魔咒啊！挖哎、欸，超神奇的！哎、欸，我这样子就挖10颗了、欸，好爽啊！好爽哇！根本不用解任务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什么任务啊？感觉我们任务奖励是不是要更新一下了呢？它会随着那个我们的时间演进会越来越优渥，以后就不是钻石这么简单了，直接一套装备嘛。哎、欸，感觉不错，一顶钻石帽子，然后中间说直接一个设备。直接一个设备，设备、欸、就是直接一个自动什么跑机场，这有点夸张。哎，不是阿爸那个啦，奖励是一个铁巨人农场，而且是高教育。哦，请问谁要改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个奖励有了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一定都会去解。不用，哎、欸，送车名单就好了。我要抽奖。哦哦好，你去买箱子啊。去把箱子给你吗？好。对对对对，隐约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？那他小人啊？娃娃？那是小人，是小人啊？是娃娃。哦。声音的。你这也像是日本那个变脸的那个里面，那个不是日本啊，那个中国的变脸秀里面那个，哎、欸、对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金哎、欸、金剧金剧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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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那时候海底捞的变脸。对对对对对。原来是员工的部分啊。嗯。哎呦，原来如此。欸、不是谁。项目在哦那边，酱油妹子还没来，还没来。嗯，那边呢？没有。穿去变啊，你穿去也是啊。回来了，放地板，放地板，放地板应该就可以拿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噼里啪啦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听到？你听到什么？叶妹的声音。叶妹，嗨，叶妹要来了，因为我们都在我家，在我家，我们都在熬夜。哎呦，一下下！哎呦，嗯，你要去领奖励了，要三只哎、欸，哦，三只哦，好叶妹啊，嗯，我是听到叶妹的时候 ，PP 回来，要三只啊，他飞过来了，他飞过来了，过来，那我杀两只了，他飞走了，他飞走了，回来，再杀一只就可以去，他飞走了啦，你就可以去看了，耶、哦，我杀三只了，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任务上面有没有这个任务了，去吧，嗯，去吧，去了，去吧。Go 杀三只中介龙哦，不好意思。哇哦，这么硬的吗？单杀这样子。过来。对啊。你去哪里？可怕。去哪里？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过来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看看。很失控哎、欸，那只鹦鹉。哦。什么烂东西呀、啊！修不出头，好哎、欸，好猛，不错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，你什么斧头、欸？你真的是，你真的是修摆脱不了农夫哎、欸，允月，你就是永远的农夫了。好修补的这个，我的妈呀！你看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是农夫哎、欸，很农哦，超级农夫。
很浓哦。我讲他，他除了修补之后还耐九三哦，不会坏。好猛哦！不会坏了，这不会坏了，这不会坏了。这好猛啊！那你要修复版本更新，再把它再升级耶。可以除出你的小天地。对啊，除出你的小天地。对啊，然后你再买块玩新入股啦，你当农夫啦，你就直接去农夫。我听起来有点合理、啊。我没有看到页面的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已经解完啦。嗯，对啊，还有夜妹的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敢笑你，笑太开心了，报应来喽！哎呦，你们刚刚也一起骗得很开心嘛？没有讲哦，听你们在骗，什么都没有讲。哎呦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哦！我要继续去挖钻石，我也要去挖矿，走开了，我要继续挖钻石。我要去抽奖。今天就算负责一直抽奖，就要抽奖。抽奖抽什么抽？钻石还是什么？20颗钻石是抽那个。20颗钻石，或是台币150块。听起来有点合理。然后你就可以来赞助这个伺服器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对不对？阿纪帮你哦。对啊，哎呦，这是客气的哦。这两个礼拜，他这个伺服器就要钱了。哇！哦，对啊，因为他有只有一个礼拜的试用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一个月吧，对吧？哦，一个月啦，一个月这样子，一个月，花起来，花起来，花起来，听着花起来，然后你要花什么？花起来，快乐快乐风男，花起来，僵尸都没僵尸的吗？僵尸我这边一堆啊，都被我杀死了。僵尸过来，他要给苦力怕炸，苦力怕过来，苦力怕过来，阻止他，是哈基，赶快打那只僵尸，是哈基，赶快打，杀死，快，赶快，赵酷公，你把他射死，散啦，碎啦，碎啦，碎啦，叶妹来了。太多字了！我的妈！我被叶妹咬死了！我被咬死了！然后顺便炸死自己吗？顺便炸死自己，赞啦，赞啦，顺便，碎啦，碎啦，碎啦，被苦力怕炸死啦，碎啦，走开，啊，耶，两颗钻石，这个高度八十一，好，啊。捞岩浆，哎，小雨，你这水电梯往下的要不要改成一个水？我怎么又挖到钻石了？你都直接挖，不然会烫到。对，烫到那一些。碎啦！可是要收那个水很麻烦。收水吗？对啊，因为它这个是你整条都是水源。啊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倒你放一个沙子啊。哦，你说把它沉掉就好。来查一下东西哦。查什么啊？我要查那种日本神社那个洗手的那个怎么做？洗手的，哎，那个名字叫什么？把我忘记了，叫什么洗啊？什么洗？玉手洗，玉手洗吗？玉手洗，手洗不是红豆那个的那吃的吗？吗？我真想，我刚刚第一个脑中是想是不是玉手洗，可是不对，我也是，玉手洗是火影里面那个啦，对啦，玉手洗啦，怎么玉手洗啦？你怎么是玉手洗吗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说刚刚那个你们一讲，我也在想，他们叫手水社，手水社啊，合理啊，是啊，有料死了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没动白？等一下，赞啦。睡啦！可以啦！所以问一下，你们找到碉堡吗？碉堡有啊，有找到啊，有哈。碉堡是什么？地狱碉堡。地狱堡垒。地狱堡垒，屌爆了！堡垒。这么瞎趴的说法，屌爆的哦！我觉得听起来蛮恐怖的啦，我自己有点觉得很。你知道碉堡吗？不是啦。还是啊，没事。没事，是不是想开车啊？没事，想开车啊？是
洋洋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刚我开车哈。什么叫是你？欸、他说刚他。他说刚我。我有点怕了。他讲的。我快被车子甩出去了，刚我有没有 ？DC DC 传出来真的听起来很像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真的真的，洋洋好，好可怕！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，嗯，没，我有美好的形象，有吗？我有没有？我有没有？沒 有, 没有，你没有了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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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喂呀！哎呦，怎么抓到一只僵尸？哎呦！哎呦喂呀！你气到离开游戏啦！太气了！太气了！太气了！气哭哭！很形象没了，没有形象了，形象毁一旦，还是这是你的本性？并没有，你在偷笑。没有、哎、笑得这么开心，这么的灿烂，灿烂的味道。你到处是怪啊！我看到鸡被烧死的瞬间，哦，听起来有点痛。亲，你可以烧九只鸡。好，变烧九鸡。我怎么哈基秀的头颅啊？烂，抖抖抖抖抖，奇怪。哈基，加了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用风力四掠夺三的金剑啊？你是说你根本是为了砍人吧，大哥？那一把杀过影月，哇！哎、欸，那你要把它表框起来，你用这一把杀死你靠了这一把、欸，对啊，我觉得你要表框了，真的，好好表起来。我可以跟你拿一个烈焰杆吗？竞标，竞标。这把值多少钱？来竞标一下，好可怕、哦！我觉得一定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有超过10,000,000哦。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砍的部位是哪里？对、啊，你砍部位哪里？哦，我砍很多地方哎、欸，我他一砍很多部位是吗？他角度我都知道厚，对。哦，他一直自觉的想要一千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个刚我啊？阿基，阿基，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好。怎么了？没有后面古力帕，哦哦，没有团团在后面，没有啦，没有要烧不烧的啊？要烧不烧？刚刚僵尸他怎么泡到水，然后又那个？嗯，啊、哦，这库工死也要过来射我是不是？啊，我的盾牌嘞？哎，你们是盾牌都会不见哦？啊，对哈、哦，我盾牌啊，啊，对哈、哦，我的盾牌没有耐久，不能用它。嗯，没有耐久，没有没有耐久，没有耐久。有了，漂浮一分钟，三个钻石，三个钻石。漂浮一分钟，你做漂浮药水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在水面上漂浮一分钟。没有。哦哦哦哦，我以为它是漂浮效果的那个意思哎。没有啊，它坐船在水面上漂浮。漂浮，好奇怪的任务、哦。对啊，这任务好怪啊、哦。直接开始在写、欸，我们在讲。他说会做那任务的人也很怪、欸。我是不知道怎么想啦，但是好坏哦。啊！哎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刚完全没有听到走路的声音呢、欸。讲错话，就是你讲错话啦。对，是讲错话。你讲错，你不知道这个是。这个是打什么文的游戏吗？就是他们可以控制那个蚕食、oh, 可以招怪进来。打什么文？花钱招怪。哎、打宵夜文的游戏。打宵夜文。宵夜文什么啦？什么文啊？喔、听起来好饿哦、喔。哎呀，打文。嗯。好，我觉得打文游戏越看越有点扯。哦，我还没看到后面，我是不知道啦。啊，后面那些新车那集很扯，就这样。虽然我刚刚讲的达尔文游戏是另一个啦，就是说游戏里面，我是说那个对另一个游戏的那个啊，可以登是人家的那个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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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可以公报私仇的那一款。我怎么被水咬了一口？吓死我了！水咬一口，对，水会咬人，鼠人鱼哦、啊，因为有水怪，鼠人鱼啊，我被他呛了，我被水呛了，被他呛了一口。哦哦，他很凶哦，对，他呛我，哎呦，真的，他呛我，哪那么多僵尸在这里？有任务是那个吗？我要去看一下，
哪颗？哪颗？被水呛了。任务是从高处摔下来剩半颗星。有啊，啊对，有啊，有是啊，有这个任务啊，有啊，要满血，要满血哦，要满血哦，所以可以。哦，那我刚刚没有，我刚刚没有满血啦，因为我现在是半颗星，没错啦。啊，我刚也是半颗啊，他们叫我去。对啊，你可以摔一下满血，然后重新去摔一次半颗。我不要，累哦，我觉得害怕。你要抓着刚刚好哦。刚刚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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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好香肠。哈，不是嘟嘟吗？嘟嘟好啊。感觉这个品牌的香肠怪怪的。说刚刚好吗？你说很刚刚好吗？刚刚好。哎，搞不好真的有啊。就是不是现在都有很多那种冒牌货，然后那个名字都差不多，有点像。对啊，你看像一大堆全世界妈妈都在做小火锅啊，臭臭锅不是吗？臭臭妈妈臭臭锅，各种臭臭锅，各种妈妈臭臭锅。哎，我上次有看到爸爸的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爸爸三爸臭臭锅吗？对啊，三爸臭臭锅。好笑，爸爸已经被什么？超扯的，听起来好三八哦。真的哎，好惨啊！我想到一个梗图，之前的梗图真的是笑很爽。你说摸口那个吗？不是，三锅臭妈妈。对，就摸口那个，就摸口那个。哦，那个真的是笑很久哎。三锅臭妈妈，超强的，真的是超强，强爆。太多东西了，你们会卡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我是顺的，因为我在跑图，碎啦，嗯。你真的在解化石任务吧？我就先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啊，看有没有村庄之类的。哦，结果他就开始看铁巨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要找到村庄，在铁巨人旁边一直看着他，真的看着他，拜托给我。哎，真的花，拜托，给我花，真的不好给哦，完全没解过，是真的会有任务。对啊，真的不好给哦。哇塞！哦，我之前遇过，然后我还特别截图，因为太难得了。我是还没有遇到過。说有人送你花这件事情，还是不是啊？铁巨人啦！别人送我花，我怎么截图啦？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截个图，等我一下啦。不是啊，现在吃饭大家也都是啊，那个餐来了，哎、欸，先让我拍照，我要先把我的手机喂饱。然后拍超久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然后拍完之后菜都冷了这样。我每次跟酱油出去，他就骂我，因为我们上次去吃冰，然后拍到冰融化。你也太扯了，太久了吧？那天很热，然后他就说你拍快一点，不要融化。我说好啦好啦，我很快了。啊，我是。哎，看来有人在试哦。你要叠二十，不是啦，22还23？没有啦，我刚刚。是真的剩半颗星，然后拆音加都拆太快了。太快的部分。对，太快了。太快不太好。嗯，22吗？好，我现在来做。白写的是吧？除了脚下。除了脚下，赶快把它放快打。拿剑先挥他一刀。对，先挥一刀，这不是满血了？哎，好坏。我就逃避团团的攻击。不是啦，他跳下来的时候，他脚下放一桶水。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要救，不用救他，给他多死几次啊！啊，不用啦，给他岩浆就好了。岩浆很 OK。你要想想看，杰克那时候想搞你，哎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，这样等下又有人会说我要去跟杰克告状。杰克告状，说我对，哎，杰克，你有收到告状吗？没有啊，有人说一直在告状，哎。对，有人说就是我们上礼拜就明明也没干嘛，然后就说要跟你告状，说好，我要把你们欺负的罪行都要跟你们讲。对，没有啊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你没收到告状哦？啊，你没收到啊？我原本还想说，我好奇要怎么告状，我很期待的哎。哇，原来是顶钻！你刚是满血吗？我刚满血啊，满血然后变成半颗星，哦，好猛！太可以去，哎，可以去拍一下杰克肩膀。快去拍，快去！别攻击你呀！你好棒哦！你好棒啊！我的肩膀，然后我的真好。待会左下角跳时讯，然后说你怎么这么脆弱？哇！你刚那一跳真棒！我之后要去找一个连锁任务，然后一样是这个任务要你吃半颗星，另一个任务是要去杀掉剩半颗星的人。哇！小雨很长很长，剩半颗星啊。
哦，我超常剩半颗星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了什么？就受伤跌一跌，就让我剩半颗星。对啊。啊，栅栏不够，再做个工作台好了。半颗星不是超痛苦，下面那个星就在那边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。对啊，抖来抖去。怎么来得气？碉堡会很远吗？有小段距离。